我叫老沙，是一个经常收到差评的外卖员。不是因为我的服务不好，是因为我的长相。你好，您的外卖。给您搁门口了啊。您的外卖。保持微笑，保持微笑，嘿嘿。哎呦，别吃我，求求你了。您有一条新的点评。别的不是外卖，谁不经送骗来。没事吧，小姑娘？别叫叔叔，叫哥哥。话说，我的外卖怎么还没到啊？猫头鹰难道是？没错，就是来催你做核酸的，立刻马上！还不来做核酸的，打王者联会，麻将三缺一，斗地主三四五又没有七。哈哈哈！兄弟，该做核酸了。嗨嗨嗨！下楼做核酸。大魔王，瞧瞧我今天的海钓收获。我去买点佐料，晚上我们吃烤鱼。这么猛的鱼，怎么下得了口啊？小心！喂，你谁呀？队长，往这看。随洋流的律动，
上哪儿去？哈哈，拼火力，我可不怕你。嘿嘿嘿。这鱼，原来是……我回来了。宝藏猎人？嗯，大魔王？你们搞什么呀？拆家是吗？我的鱼呢？人们擅长禁锢美妙的风景，顺手解救他们，则是探险家的爱好之一。防御强化，攻击强化，龙之力，魔法结界，石之盾，猎豹之力。老大，可以开始了吧？等会儿还差点。技术流。氪金流。是我动手还是你自己来？大魔王，来玩看影子猜人呗。猜中有什么奖励吗？要是猜中就亲你一下。不玩没意思。开个玩笑还当真了。第一题，这是谁？这个呀，这个一看就是海绵宝宝啊。是蜘蛛侠。好，继续继续。这又是谁？派大星。答错了，是魔人布欧。这是碳基生物能想出来的题目，宝贝。我画的有问题吗？画的很棒，请出下一题。这个又是谁呢？哆啦 A 梦。不对，是雪柔柔。这倒有合理啊。这是谁？我知道这个，加油的大妈。不对，是奥特曼。哈，这个呢？路飞。樱桃小丸子都不认识啊。我。那这个呢？铁棒老子来了也是皮卡丘，是拿手机自拍的大魔王啦，全部答错了。这都什么鬼啊？想尝尝吗？哎呀，别动了，搞得我都烦死。小飞棍来喽。上漂流的第一天，三四五罐头五个。哎，我薯片呢？
就这么点食物，给我省着点啊！海上漂流的第十天，哼，想饿死没那么容易。感谢大海的馈赠，个锤子你玩我的，给我来条小鱼也行啊。什么情况？这个领域太大了，我们不要让他们行动了。海上漂流的第三十天，最后一点水了，你喝吧。来咬我呀，小哥哥。疼啊！我看着就这么像吃的吗？快来吃我呀！我真服了你这个老娘！海上漂流的第 N 天，我已经无法分辨梦境与现实。蓝蓝的天空，银河里有只小白船。不是做梦，是大船。喂，我们在这儿，我们得救了。哎，船上的人都哪儿去了？啊，漂亮！啊，我们成外卖了！你闪呐！你不要过来啊！